请以下得奖贵宾上台领奖。105年度教育部台湾学术网络杰出贡献人员技术发展类得奖者，宜兰县教育资讯网络中心软体组方志伦组长，恭喜方组长。管理维护类得奖者，国立中央大学电子计算机中心邱慧荣专任助理，恭喜邱专任助理。应用推广类得奖者共有3位，第一位得奖者是花莲县教育处教育网络中心邱文胜辅导员，恭喜邱老师。第二位得奖者是宜兰县二成国民小学胡信中教师，恭喜胡老师。第三位得奖者是新竹县教育研究发展暨网络中心网络管理组新文艺组长，恭喜新老师，请得奖者上台。恭请教育部资科司詹司长颁奖。请司长与得奖者合影留念。恭喜，谢谢司长，也让我们再次掌声恭喜获得杰出贡献人员奖的。